同志你好，我是李。对不起，我正在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啊，我是说，我就是。 有什么问题你去咨询车站的工作人员，好吧？啊，不是，哎，小同志，我看见没有，我在接人呢，而且你挡着我了。哎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给我下来！听见没有？下来！同志，你是来接人的吗？对啊。那已经接到了。 可以走了。哎，小姑娘，咱能不开玩笑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在接一个多么重要的人物吗？看见没有？你觉得他是你吗？下来，下车。嗯？啊？明白了吗？ 原来是个小丫头骗子，服了。到了，下车。 哟，你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沉、啊？这个是收发一体的电子管短波电台。本来我想把无线测向仪也带过来的，可是体积太大了，带不过来。先用这个试试吧，看能不能找到滨江给南京发报的人。小同志，说话别这么自信。滨江市这么多公安同志，找了这么多天都没找到地台，你觉得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说找人就能找着了？ 同志，我这个小丫头片子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我叫杨成。杨成同志，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杨成同志，我告诉你，我叫李文雷。 不是什么小丫头片子。现在民主政府讲究男女平等，你要再不尊重女性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说吧，哪间房？嗯。组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进专案组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你知道，我终于摆脱这个杨成了。杨成每天晚上睡觉打这呼噜，打得我这精神都快崩溃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组长，人接来了啊。 你们好，请问哪一位是张汉超同志？我就是。这是我的介绍信。怎么是个小丫头片子？嗯，小心说话啊，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李文雷前来专案组报道。啊，先别着急报道。 啊，钟远祥同志可能有些地方搞错了，我得去跟他核实一下。等一下，您是想找钟远祥同志换男同志来吗？我劝您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为什么？就算你找到中央社会部李部长那儿也没用，因为现在紧缺的就是电子侦讯人员。您就别挑男同志、女同志了，现在只有我才能来这儿。而且之前李部长还想派我去华北局呢，是我自己主动要求来你们东北局的。 小同志还挺抢手啊，那看来我只能把你留下了。嗯，那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王立生同志，我们的物理化学专家。你好，啊，你好。这位杨成同志，他接待你，他是从东北野战军下来的侦察连连长，那真正的战斗英雄。我们这儿的神枪手，在格斗方面尤其是有一套。嗯，已经领教过了。啊！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了。哎，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呀？哦，今年我刚从苏联新西伯利亚311高级情报学校毕业，主攻电讯侦听。你是311毕业的？哎，我听说那学校很难考啊！你通过那个列宁格勒那个体能测试了？当然，我体能测试可是女学员的第一名呢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嗯，这是我的包吗？王黎生，是我判断失误了。你什么判断失误？这什么意思呀？你这是在未知情况下我判断失误，这个很正常。不是他凭什么把我的？我哪知道？不让我先过去。不是这我真不知道啊。我帮啊。 哎呀，手怎么了？没事啊。是不是瞧不起人家小李同志，让你给修理了啊？张汉超同志，我在苏联就听说过你的大名，他们说你一个人破获了很多大案子，说你有敏锐的判断力，有过目不忘的观察力，而且身手啊、枪法呀、都特别的好。 那些都是道听途说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李文雷同志，本来你刚来报道，应该让你休息几天，但是我们这情况紧急，急需你这种真信人员，所以啊，你得马上上岗，赶紧收拾吧。是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听说啊，她是311情报学校毕业的，我就知道这个女孩不一般。哎。 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刚才那个小丫头，就是刚才那个李文雷，她说的这个311，我还真没听说过。你先说，我是不是猜对了？你先告诉我311怎么回事。311呢是苏联情报部门设在喀山的一所高级情报学校，一般人要想进这个学校呢，得先在列宁格勒的维尔霍夫诺耶技术学校进行12个月的体能训练。 训练内容包括徒手格斗、各种轻重武器的射击等等等等，像什么骑马呀、开摩托车、开汽车、开坦克什么的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。只有你在这个学校毕业以后，你才有资格进入到311高级情报学校。所以说呀，小李同志绝对不是一个善茬，而且据我估算的话，他的水平呢应该是在你之上。 行了吧，你也就是听说吧，啊，没那么邪乎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那是没有防备，我要是有防备，我至于让他那么一下？真是别解释，输给一个女孩也是够丢人的了。我都说了我没有防备，我要是有防备的话，我早给他搁那儿了。我真是，我那有红花油，我不用，你放哪儿了？ 你好啊，你好，您就是房东吧？啊，我是房东啊。啊，支把小组吧通知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特务。他们来的时候说是做山货生意的，他们在这住好几个月了，就给1个月的房租。完，他走的时候和我说过两天把钱给我补齐，结果他连面都没招，把我骗了，我吃老亏了。哎，大爷，您别紧张，我们啊今天就过来看看啊。他住哪个屋啊？我就住这屋。 哦，这个屋是吧？嗯，是。那您把门帮我们打开行吗？嗯，好的，我走吧，跟我来。好，谢谢啊。大爷，您知道最近这段时间有什么人过来找呢？来找他的人吧，挺长，3天2头就来人。我问他，他说我们是生意合伙人，其实吧，那人还都挺怕他的。都是男的？都是男的，都是精壮的汉子，我都不敢和他们要房租去。好，谢谢您。检查完以后啊，您这房子就可以重新租出去了。嗯，那会不会他再回来？ 找过什么麻烦呢？不可能，借他100个胆子，他都不敢再回来。那太好了，谢谢同志，谢谢，谢谢你了。哎，好了，您忙您的。哎，好。组长。 我觉得这个李秋生应该是一个生活很规律的人。你看啊，一个准备一去不返的人，还要在临走之前把被子叠得这么整齐，说明他保持着军人的生活习惯。再有，你看，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按照类别有条不紊地归类在一起，这说明他是一个按照规则生活的人。还有，临走之前把屋子里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说明他有清洁的洁癖。啊，组长，我没 班门弄斧吧，分析的非常好。哦，王连生同志，你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回来？这个要完全复原，可能得花一些功夫。嗯，那交给你。好。 组长，南京来电。余作今晚在大三元酒店宴请弟妹及令人，相聚甚欢，盼弟早日完成任务，来莫里团聚。这刘长官是什么意思啊？人什么意思呀？还不是在警告我吗？老婆孩子都在他们手上，只要杀不了齐振江，我们大家都没好果子吃。 组长，给您找了一把新家伙，您看，您看趁手吧，怎么样？凑合着用吧，跟我原来那把没法比，原来那把跟老子考多年了，没想到落到共党的手里了。可惜了，我那把枪上的瞄准镜，那可是德国蔡司这镜头啊，好用着呢。这枪呢，瞄准镜要什么好使啊？那威力可就差远了。啊，咱们把白天的情况汇总一下。好。嗯，那李文雷同志不在啊？哦，他去公安局。 去找一下被截获的电报。哦，李文雷下午啊，在李秋生的房顶发现了一个天线，证实啊，滨江本组有一个大功率的电台。哎，这小丫头还真是有两下子哈。王林生同志，来吧，汇总吧。哦，那些烧毁的纸屑呢，是一封电报的电文代码，全是阿拉伯数字。 根据孟庆祥的交代呢，不是滨江本组发给南京保卫局的去电，就是南京那边的回电。好了，完了。我这边呢是这样，根据公安局掌握的情况和房东提供的情况，这个李秋生啊，手底下大概有这么10来号人吧，嗯，而且基本上都是男的，嗯。 嗯，完了。哎，好，笑话。反正情况就这么多，组长。哎呦，哎，你们觉得这么破案有意思吗？啊？ 反正我觉得挺没劲的，还不如回战场打仗去。你最起码上级指哪儿，咱打哪儿，对不对？现在跟一帮摸不着的敌人、特务打交道，肚子里想什么咱怎么知道？没劲。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。我们现在呢是在判断对手的意图，如果我们判断准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将对手绳之以法。这个工作挺有挑战性的啊，而且挺刺激的。 我觉得你挺变态的，怎么了？咱俩路子不一样，反正我就喜欢那种干净利索脆、立竿见影。这么跟你说，你看我这么喜欢枪的人，你就算把李秋生丢的那把狙击枪白送给我，我都不要，没用啊！我打哪儿啊？敌人在哪儿啊？我瞄哪儿啊？哎，等会儿，嗯，哎，你看啊，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。 你来想一下，如果一个有经验的狙击手，他在作战的过程当中，他把他熟悉的狙击步枪给丢了，他会怎么样？他傻了呗。为什么傻了？你看，王立生同志，这你就不太了解枪了。你知道枪手和枪之间是什么关系吗？枪，那就是枪手的老婆。嗯，你别看枪和枪长得都一样，但是枪和枪之间的区别太多了。 比如说这个扳机的松紧度、准星的这个反光，包括枪托的光节度，都会影响枪手的发挥，懂不懂？你看啊，那我能不能这么说？嗯，通过我对现场的判断呢，我觉得李秋生应该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。像这样的人，如果他把他熟悉的狙击步枪给丢了，他是不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找一把相同型号的枪回来，他才会继续去执行任务？但是，嗯。 要想达到他以往原有的狙击水平的话，最起码得跟这个新枪有这么一段适应和磨合的过程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那不好说，那得看老枪和新枪之间的相似度是多少。反正要是我的话呀，嘿，最起码10天半个月吧，否则的话不敢用，心里没底呀。这就对了。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啊，那他在10天半个月之内。 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有这可能，非常有这种可能。梁成，这个就是咱们办案的乐趣，推断出敌方想什么。